是烧过的。这个得洗澡去黑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俺家的玉米啊，晒了都有半年了吧的。今儿打玉米的，叔母来帮忙，因为上一次我跟叔母也帮忙了。伢伢他都一头汗，我也没有出汗呢，该。哎，大叔啊，伢他的汗伢一看出出来的，明晃晃的该。这是俺雷爷家。这是俺雷爷家，大家都说俺雷奶，俺雷奶是自己去世了啊。现在俺雷爷自己越人，然后大家还跟那儿说，这是农村好还是城市好啊？其实都一样，都有自己的好处，也有不好之处嘛。你农村喽就是，天天干活，然后搁城市喽就在上班。用那一句话咋说呀？大家都是为了挣钱，是吧？搁城市喽，你尿一泡尿都得花钱；搁乡下喽，尿一泡尿不用花钱啊。行。中午吃啥呢？哎，中午吃点啥？老面条吧。中下雨了，我去炒点菜，下点老面条，拿点儿去。焖子炒肉啊，焖子炒肉，你不好吃别的。好，这是一人弄的50斤豆银呀，给。搁哪屋去吧？这个搁俺姑嘞，你嘞。你这还有鸡翅嘞？这还有嘞，在哪里头还有嘞？门子，我猜。